我介绍一下我们的那个排档上锁器哈，就是类似一般原厂的是车速上锁嘛，就是我们那个门会上锁，那个门锁会上锁，然后我们的是入档上锁，可是重点是入档上锁外面卖的入档上锁。哦，就是大家一般自己去买啦，还是哪一种？不是特别的，就对了。HRV 入档上锁会无法进入那个灯光变色灯光的模式，进不去。哦，我们的是可以的，也就是说我们的是全功能的。哦，入档上锁就是这样子。哦，那个锁锁起来。哦，排到停车就是解锁，排到 D 档就上锁。哦，这个很一般嘛。然后我要强调说，我们你看我们的入档上锁速度是很快，代表它运算比一般的还要快。哦，打了就马上开，马上锁这样子。一般外面卖的哈，上锁的速度会比较慢。哦，大概。差不多有一秒，我们的只有 0.5 秒，所以这是第一点，代表运算速度比较快。然后再来 ，HRV 可以变换灯框嘛？哦，看这里啊，我们的是可以进模式的，哦，我们的是可以进去的，有没有？一般是进不到这里哦，一般的落锁器是进不到这里哦。